直接枫叶准备进圈了，来了，看到一个该拉的9521没打到，护身这波出来之后直接被放到，秦西又是一波拜佛带走了超超，1-4了 ，AgFox 是521，但是这波队友是选择先向 AgFox 发起进攻了。182这波拉到了，在圈边直接放倒了，打掉了这个猪猪。587过来直接铲了，把风蝎直接一铲之后，第二下没铲到，小白七也是被587给带走。一个闪没闪到，哦，闪到了，他回头看了一下这个闪，裂开，合计2-2，一颗雷直接顺爆带走2，只剩下龙蝎一人，那直接把龙蝎给放了。OK， 让我们恭喜等等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他没有梦想，哎呀，他古人去了，让我们恭喜无锡 AgFox。